内惊心内等待，总有一天你会了解。请亚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根瑶老师好，这首歌你唱得太好了，唱得非常好，是因为它很合你的口味，它就是适合你的歌咯。我一直跟你说，你找到歌咯，你就有办法很好的发挥，然后它的层次你也都出得来。但是有一个点，就是说你有两个字的音让我觉得老是上不去，搭不到那个点，所以这叫小音准。那所以这个小音准，如果今天你把它圆满了，我敢说你做得上去。可惜你今天两个音没有圆满，所以就很难讲，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更瑶老师好。更瑶，你知道我的工作是什么吗？除了在做音乐以外，我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我要激发歌手的潜能，这是我最大的工作。我已经很努力了很久了，一直要把你激发出来，但我觉得我有点辛苦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会唱歌的人很多，然后呢，会红的人很少。那为什么那么多会唱歌的人有人会红？就是他某一定在某一些地方特别吸引人，特别让他觉得哇，很不一样，哦，而不是说哦听哦很会唱哦哦很好很好，那种都不会红。我告诉你。所以呢，我觉得你现在站在这个位置呢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让你突破的一个点是什么？你要有策略，因为你现在是宝座候选人，所以呢，要把你打下来呢也很难。所以呢，你就在这个地方呢，你也不用怕被打下来。那你这个时候就是最好的机会，你可以去尝试突破各种可能性。歌手在台上唱歌的时候，其实很多时候是那个就是。濒临那种快要犯错的边缘，但是没有犯错那种，其实最吸引人，捏把冷汗那种。所以你现在这个站在这个位置，我觉得是一个最好的位置，是可以让你去试错。就只要不要大突扯的话，其实你还是可以稳稳在那边。哎，一个不小心呢，你就把平原打下来，然后呢，你就很大的突破。这是我给你的建议，真的勇敢一点，那么年轻。OK， 谢谢老师。